有人说我天天煮面条，说我只会做面条，我不承认啊。今天我要做一个可乐鸡翅，吃一下试一下。可乐鸡翅这是我第二次做，上一次已经是好几年前了。买了10个鸡翅中，现在在这里焯一下水，把这个姜切一下也放进来吧。鸡翅已经焯过水了，先捞出来吧，把这些鸡翅捞出来。起锅烧油，把这个鸡翅放里面，看看会不会炸。哎，油还没热。哇，感觉好多油，好多油炸出来了，翻个面吧。哎呦，另外一面已经煎得金黄了，翻个面。现在这个鸡翅已经煎的是两面金黄了，加入可乐。哎，这一瓶可乐看上去还行，可以的。可乐加进去以后，感觉像是在熬糖浆呀，感觉好浓稠呀。等着大火收汁。现在我这屋子里飘的都是可乐的味道呀，现在正在大火给它收汁啊。对对，这一个小可乐就行了，这个是300毫升的，这个是330毫升的就够了。本来我还以为需要买一个那种1.5升的那个大可乐才行呢。结果买这一个小瓶子就够了，真不错。加点生抽，加点姜片儿，再加点盐，哇，现在闻着这个味道，我已经觉得好香好香呀。刚才我只顾着玩手机呢，然后闻见糊味的，跑过来一看，都已经这样了。天哪，这还能吃吧？赶紧捞出来吧。好好的可乐鸡翅，这都变成什么了？这种可能还好吃一些呢，是吧？说不定会好吃一些。先捞出来吧。哇，闻着这个焦焦的味道还挺香。嘿嘿，真不错。虽然烧焦了，但是闻着味儿还是挺香的，让我尝一下怎么样。哇，好甜呀。好吃。哦。真甜，真不错，哇，做成功了，